两个人含早餐是500多块钱，台币。哎，他们的水舞秀真的超赞的，哇！你看那根超高的，哎，这里看起来超。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猪猪带我频道，我是 Scott， 我是 Wendy， 他是 Jenny。我们现在人在辽国的首都永贞，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非常特别，我们要来体验 hostel 了。这也是 Jenny 的 hostel 初体验。这间感觉很赞哎，比较像是一个咖啡厅。没错，它是咖啡 and hostel。Hello， 萨巴迪，萨巴迪。我觉得这间环境很好哎。对，它是中间弄一个中庭，感觉很赞。哇，哎，不错哎。它其实弄的就是有点工业风，对不对？对。很简单，但是有一个小桌子，然后床也是蛮大的。嘿耶，对。那你要帮爸爸妈妈放吗？耶耶，妈妈的鞋子比较重。耶、yeah. ！虽然这次是住 hostel 啊，但是因为带着小朋友怕打扰到其他人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还是住 hostel 里面的私人房间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选的房型呢、啊、是有附浴室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样也是对我们比较方便。浴室就很简单啦。还没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房价，我们这一晚啊，两个人含早餐是500多块钱，台币，台币，私人房，所以我觉得是很 OK， 而且这个地点啊是正在市中心，除了冷气之外啊，它这边还有一个电视哎，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嘉许，它的插座是在床的旁边。妈妈已经开始工作了，就是这种生活模式啊，就是比较自由，但是也要很自律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我们的生活跟工作都是混在一起的咯，所以你可以说感觉很好啊，一边工作还可以一边玩，但是我们也永远无法专心的玩乐这样。对啊，因为大家看到我们在po文的时候都是看到我们玩乐的那一面，但是我们中间也是有很多需要工作的时候啦。那像Jenny也是有很多工作，因为Jenny现在就在帮我们放鞋子，对不对？Jenny大概已经来回放了10趟左右。这个游戏好好玩哦！谢谢Jenny，谢谢Jenny帮忙。Hello， 他转，他转，他转 ，How much？ 70 40 No 40 OK please。他转 50 OK 50 OK OK。辽国嘟嘟车，辽国嘟嘟车体验。因为我们的 hostel 有跟我们说大概40到50，还是稍微知道一下价钱，这样比较好商。出发喽！耶、yeah, ，我们来到塔銮啦！这地方啊是辽国人民心中信仰的中心，但是4点半我们要先进去，因为它只营业到下午5点。塔銮，我们来喽！哇，里面星光闪闪哎，一个人啊是30000，然后辽国人是5000。你知道我比较讶异的是什么吗？我觉得倒不是说辽国人比较便宜，我们比较贵，而是辽国人为什么也会收钱？因为这是一个信仰中心，有点像是我们去龙山寺，或是我们去行天宫，还要被收钱。对，这样也是蛮奇怪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台湾大部分的佛寺是都不用收钱的。对。这边开始呢，就要脱鞋子，表示尊敬。所以在东南亚，很多的佛寺都是这样子啦。哇。在塔銮的4个面都有像这样子的一个供奉的地方，这边都是他们供奉的贡品。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讲一下塔銮的一个历史好了。塔銮呢，可以说是辽国他们小圣佛教的一个信仰圣地。它最早呢，其实是在西元3世纪的时候就建造了。那在16世纪的时候呢，又有经过改建。那据说呢，它以前啊，它的外观真的全部都是金箔。
但是在暹罗时期的时候呢就被掠夺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佛塔周遭啊有很多的佛像，有一些是没有头的，据说也是在那个时候那些佛的头像啊一起被掠夺走了。所以呢现在大家看到的塔銮啊，它的外观其实是用金色的漆漆上去的，而且听说这边啊是埋藏了佛陀的舍利子在里面，但是现在就是只开放到外围而已啦。对，就是在佛塔里面呢是不能进去参观的。但是我觉得这边真的超漂亮的，哎，让我想起了我们在缅甸也有看过这种金光闪闪的大金塔，很像，但是这里又更，我觉得它有一点像一个休闲的公园嘛，它外面是一片草地嘛，然后大家就是很舒服的在这边散步啊，慢慢走，然后也可以看到当地人民来这边敬拜。请你要去乱入人家的照片，拜拜。哎，原来，怎么开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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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有人分享说，如果要让小孩子想要拍照，就是我自己先拍。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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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三，耶耶，好开心哦，好开心哦，耶耶。完全没有 care， Jenny， 我们要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 ，Jenny。辽国人到底对这边有多敬重呢？听说啊，在永贞的建筑啊是不能够高于塔銮的，但是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，因为来的路上好像有看到一些比较高的高楼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。我们被关起来了。这边的开放时间啊是到下午五点，那我们已经超过五点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几点了？十五分钟。总不可能我们就被关在这里关一整天吧？你刚才有没有紧张了一下子，想说我们是不是被关住了？有啊，还有人。刚刚我们那一 part 是完全没有人，所以我们小小紧张了一下。我们现在来到哪里啊？我来到了凯旋门。这个地方啊，也是辽国的地标啦，永贞的市中心，你一定会看到它。法国的凯旋门啊，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；那辽国呢，则是纪念他们脱离了法国的殖民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。但是你仔细看啊，它的屋顶其实有刻画很多辽国的神明哦。哇哦，走进来里面啊，非常金碧辉煌哎，你看。在凯旋门下面啊，就是有一些摊贩会贩卖一些纪念品啊，或是 T 恤，然后这边也有一间小的杂货店。据说啊，以前是可以爬上去这个凯旋门，但是这几年好像已经关闭了，也不确定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启。希望之后如果有开启的话，可以上去看，应该 view 是蛮好的。朋友们，大家都跑过去看了。哎，他们的水舞秀真的超赞的，六点就在凯旋门前面的这个广场，哇，你看它真超高的，而且它还会变出来到外面，小朋友全部都玩疯了，好漂亮哦！这个推荐大家一定要六点的时候过来看，超美的。它的水舞很好看哎，是蛮好看的。然后它搭配那个灯光啊，还有后面的凯旋门，拍照起来很好看，真的超好拍的。而且重点是小朋友在这边啊会玩疯哎，因为它水是会喷出来一点的，然后洒得超级高。你看，可惜 Jenny 刚刚睡醒，所以他现在有点还有点懵。结果我们在这边也从白天待到天黑了，这边真的蛮不错的，很惬意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要干嘛？你就坐在旁边，也蛮舒服的。对，而且这边真的很多辽国当地人会来这边散步、遛小孩。Jenny在这边也玩得很快乐。
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吃晚餐啦，今天要去寮国的夜市吃晚餐。咩咩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他们的湄公夜市，这边呢也是寮国最大的夜市哦。搓搓了吗？全家都要搓搓哦。请你先开动。我们点了一碗，我们觉得应该是像泰式炒河粉这样子，然后这一碗是20000 keep。好吃吗？耶、yeah, ，好吃。吃饱喝足啦，我们现在要来逛夜市了。开逛。这个夜市叫做湄公夜市，因为它就在湄公河旁边，而且我们隔着湄公河就可以看到泰国了。哎，这边不得了哎。哎，这里看起来超棒好玩哎，天天要不要来玩啊？没有想到在夜市旁边还有这种。这很像我们十几年前夜市会有的。我小时候会跟我表弟表妹一起来对，然后还有这个，你看，好复古哦。Kenny， 你想做吗？想。嗨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Kenny， 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，好玩。的方式好像是蛮随便的，对，因为我们上去玩啊，我们好像也没有算几次，但是应该是七八次左右，对，然后就是让你玩到大概不太想玩，就是他觉得差不多了，他就叫你下来的，但是蛮不错的，他这边啊，大人是15000，然后小孩是10000，对，圈你玩得很开心，圈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孩子，对不对？就是他玩得很开心，然后我们要走，他也不吵不闹，任劳任怨就走了，哎。我觉得这感觉很好吃哎，我们来吃吃看好不好？甜你想喝吗？想。我们点了无糖的 mango shake， 就只有芒果跟冰块。对，好喝吗？甜你。耶，超好喝的，而且一杯只要20000 keep， 很划算呢。爸爸爸，你要给爸爸喝吗？谢谢 Jenny。女儿给的是不是特别好喝？大喝，谢谢 Jenny。你怎么对爸爸那么好？可以给妈妈喝了吗？是今天吗？不行啊！妈妈可以喝吗？不行。爸爸可以喝吗？为什么？可是爸爸想给妈妈喝哎。我们给妈妈喝好不好？哈哈哈！圈你真的是很好的孩子，他都会跟我们分享。但是他没给妈妈喝哎。妈妈背你哎。妈妈平常喝太多饮料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你是为了妈妈好。跟圈你买了大象装。舞女装，舞女装，就爸爸为什么没买？因为没有看到满意的啦。没关系，我们再看看有没有适合的，再加入你们，就变成亲子装。这边真的蛮大的，好多东西可以逛。不过我觉得这边主要还是以本地人的东西居多。好啦，那今天真的好累，我们赶快要回 hostel 了。这边有现场的 live music， 感觉圈你会喜欢这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也要准备睡觉啦，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大家早安。圈你，你昨天睡得好吗？不好哦。有睡得很好吧？昨天圈你大概睡了5分钟吧，就睡着了。超厉害的，昨天也是非常的累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喽。他们的早餐是这样子，我觉得就是比较简单啦，然后它的饮料就是一杯柳橙汁，那如果你要喝美式咖啡的话还要再额外付钱，那它有一些就是茶包跟即溶的三合一咖啡，好吃吗？吃慢一点啊。好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很特别，他们就在他们的咖啡厅、他们的中庭放一个佛龛。而且我今天早上没有看到有咖啡店，就是空空的。你看他们的佛龛，就做的是一个寺庙的感觉，好特别哦。好啦，我们要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天妮拜拜。觉得这一次千里出体验如何？我觉得这次好像不太能说它是一个 hostel 啦，对，就是它没有到那么的 hostel， 毕竟我们是住私人房，然后原本以为说它的公共空间会比较有 hostel 的感觉，但因为他们店里本身也是咖啡厅，对，所以就比较像咖啡厅，没错，好像就没有真的体验到 hostel 的感觉，那我可以之
之后再看看咯。对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，希望我们连续的订阅分享赞，也帮你开启闪亮粉丝，我们再见一天哦。更多精彩的亮粉可以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，那我们就下一期见啦，拜拜。给爸爸喝吗？要。给妈妈喝。不要。真的啊，不要啊。为什么不要？为什么不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这是真的哎。你看，要推给你。加油，加油，你可以脱掉的。你从后面，你从后面。加油。对。耶、yeah。从后面，耶、yeah ！好棒啊！耶！完成了，要拍手吗？好棒啊！好棒啊！圈你！没了，对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对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拜拜！谢谢圈你。在永贞的建筑是不能够高于卵塔的，塔卵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